哎呦，我给你买了一些保养品什么的啊！我跟你讲，这一个晚上呀，我都得焦虑失眠的。哎呀，我被这个臭小子害死了！哎呀，这是碰到我，他要是伤到别的孩子或别的人，没有人像我这么大气的，是不是啊？哎呦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安心了。